手机使用视讯119 APP 进行报案，要以地区市民防护头部迅速疏散至相对安全位置来进行。指挥所属下级人民救助附属前线，辖区警方已经到达现场协助指挥消防警戒管制及维护人员安全部分。各位警方在北京支援两个响应战争初级围岛飞机，以下战车已经进行侦测及定位。请在后方引导警务上方，据说搜救人员也会停在建筑的正面下侧窗前进行防空衣准备及。目前必须利用资深前技术建立条的安全进出的通道。避免建筑两侧以地面及高空攻击，立即是烈火攻击，避免战术战士给予消防人员热情的掌声鼓励，不会战死危险现在。特遮险器，穿着必要的防护装备，以管制区由外而内及时辐射。建国高架桥断裂，有车辆翻覆。确认现场无安全，现场没有受伤或是伤势轻微的民众，发挥自助互助的三个消防车辆到达现场。从面面可以看到，辖区的警方接就在这个时候，水线人员发现已接近受困抢救的民众，有大量伤势的情况，有大量失血，可能临时使用止血。双方一同统辖区的正前方。救护站的部分，本是模拟暂住区医疗照顾的患者或重疾照顾员车，搭载救护车辆那里包含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刚投入救灾的行列。目前热线车持续接通，本次从热线车起台是以。可以看到救助器材车以及先端去警车车，目前正在执行抢救作业的部分。此次消防同仁运用暂时大的三角模组建立指挥站。大幅增加旧指挥站的架设兵，有长官请家人目光以往退缩撤离指挥区，目前受困患者持